农地海浪浪，农地顶多海浪浪，不离婚，认认就认，我们得美。今天我要示范的是两道菜，叫做海南鸡饭，叫做海南榨菜。这两道菜都是海南的四大名菜，海南鸡饭是四大名菜之一。第一个啦，现在我要煮的这只白斩鸡，买回来事先要洗净间里面的那一张啊。洗净间后，我们要差人给大家一下，大概是半小时的时间，大概半小时的时间。那水滚了哦，我们就把我们的锅子里面就要放蒜蓉啦。姜啊，放点姜毛下去啊。水滚了，要放小半碗的水了，别它不要太久了。这样我们就把鸡放下去，放下，放置。是。两次。三次。像这个水的作用就是要给它里面有鲜水溶溶了。看了三次以后，我们就把它放进去里面，煮15分钟。我们现在放下去煮啊，15分钟。不用盖，等下15分钟以后盖住它，关火，蒸20分钟。哦，20分钟拿出来，加点水，大概是20分钟。鸡鸭已经蒸了20分钟了，看我们现在拿出来蒸冷水，冷水也是加点盐了。你上来呀？现在能蒸在冷水里面20分钟。对啊，我现在拿的是刚才我们蒸过20分钟后的鸡蛋啊，现在我要来拿。放哦，都是放团的，放团里面。现在我要先炒这个姜啊、葱啊、蒜啊、香茅、白辣椒、香油、姜啊、香油、蒜油。爆爆黄色，还有白辣椒、香茅。葱油啊，我们拿来炒米哦。啊，刚才炒的米啊，鸡，刚炒的米，下放在锅里面煮。炒这个鸡，我看你要打几个鸡蛋啊？炒完了。等下我们就放点盐喽，那就放进电饭锅煮就可以了，就把那鸡蛋完成了。刚才我们蒸的是已经蒸好的，好吧？盘子又放在盘里面的，现在就这样。吃鸡饭的时候，这个鸡肉啊，一定要配这个那个辣椒。这个辣椒呢，就是姜啊、花椰菜啊、蒜蓉，拿去搅，就这个辣椒。还有这个姜油跟那个蒜蓉，也是拿去搅，加一点那个鸡肉下去。才会香料哦。这个饭团呢，我们奶奶呢吃鸡饭就要用这个团饭团，这饭团的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。不离婚，不离婚，龙凤花姐，恭喜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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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